总会长，他一路走来呢，他问我什么原因，为什么要成立，就像他刚刚所讲的，有海安，有国华，然后有中正，为什么就是没有西门路，还有我们天坛这里呢？所以我极力争取，那幸好呢，在他的帮助之下，我们也顺利的成立，到现在已经接近两年了。那还有呢，还要感谢的一位就是我们的在地，就是我们的天坛的徐董事长，好，是，那请徐董事长挥挥手就好，挥挥手哈，他很客气。然后也是他一路相挺，我们才有办法这么顺利的成立。好，那总之呢，现场有很多的贵人，也包括我们金花局的主秘啊，那我们中西区的男主秘也是，还有我们各位我们的许议员啊，哈，那还有我们各位那个委员，还有议员的，还有我们的沈振东，讲到沈振东，我要特别讲一下，沈振东议员呢，在我们成立的时候。他给了我们最大的帮助，包括我们的那个要申请成立啦，或是一些过程，他总是能够派人给我们最及时的帮助。所以呢，今天呢也真的很谢谢他，谢谢沈议员，好，那也谢谢各位我们的在座的贵宾，很感谢，谢谢。